好，冯范的同学，这个是我们30号会上的 Sejarah 的课啦。我们会从3点到5点，然后这个 video 是要告诉你们今天你们要做的东西啦。OK，所以你们第一样事情啊，要做的就是去 download 这个From Five Sejarah Bab Lima 的 Nota。我觉得你们应该全部人都有了那个 Nota。然后你如果你们有的话就拿出来，没有的话你就在这边 download 啦。这个 OK，download。然后今天我们会用那个 Zoom 来上课咯。OK，如果那些同学还不会用 Zoom 的话，你可以看这两个 video。OK，这个是用手机教你怎么用手机去上 Zoom，然后这个是教你怎么用电脑来去上 Zoom 的啦。OK，然后如果你 ready 了 everything Zoom，然后你的click 这个 link 啦，然后就会 join 我的 meeting 咯。我的 meeting 会在3点15分开始，然后到4点15分可以结束。OK，然后我们结束了这个 Zoom meeting 过后，你要去 download 另外一个 file，就是这个 extra 的 hand about and but 这一个拉的 hand，然后你们做了过后，答案哦，我会在4点45分在 classwork 这里 post 出来，你们可以到 classwork 这里去找这一个答案呐，然后你们去 check 你们的答案，OK，就这样。